国新生代男团 EPEX 八名团员在 MV 里穿着一袭英国风军装，唱跳实力坚强，在韩国已经累积了高人气，在跨年那天要把这股韩风吹到台南来。台南에는미高왕고니로탕까지대만의전통음식들이가득하다고들었는데요이번에타이난방문을통해서멤버들과꼭한번먹어보고싶습니다除了来台南跟粉丝一起跨年，还要吃遍在地美食。台南耶诞跨年的卡司最后一波终于公布了，不只有韩团，还有台湾的超人气歌手炎亚纶、魏如萱和艾怡良等等，多首经典歌曲要在12月31号跨年那天征服台南人的耳朵。不是卖关子，实在是精彩的卡司太多了，总有30组艺人，我们开放露营区，因为这个旅馆大概都订满了。从12月3号开始，一直到跨年，台南每个周末都有演唱会可以看，集结台日韩超强阵容，看来真的得搭帐篷过夜了。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